MCPP, on your mark.光彩倾城，风华再现 ，Reignite， 千呼万唤，期待已久的官方相终于出炉啦！见到佳丽们全新的打扮，自信咁对住镜头一笑百媚，一啲都唔怕丑，好似换咗个人咁啊！最开心梗系一班导师们啦，见到八位靓女纯熟咁样运用自己教嘅技巧喺镜头面前大放异彩，我相信无论系佳丽本人，亦或系作为观众嘅我哋，都好期待咁发掘唔同嘅一面。与此同时，我哋嘅官方宣传片亦准备就绪啦，见到佢哋着到成身白色，落落大方得嚟又优雅动人，有咩比呢一个画面更加赏心悦目呢？导演细心咁指导佳丽们嘅身体姿势，连对手要点样摆放都有要求噶，唔系乱咁嚟。唔难见到佳丽们利用镜同眼神对话，就好似透过镜咁寻找自己嘅另一面。而且制作团队准备充足，用干冰同风扇营造仙气场景。不知最后成果是怎样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啦。大家好，我是 Joy 陈心妮，今年22岁，目前在 SAP 主修媒体传播，同时也是个专业的普拉提教练。拍剧的，肥胖，无限的金钱。如果知道明天是世界末日，我会像平常一样跟家人待在一起，开心的聊天吃饭，一起面对所有的挑战。大家好，我是2号 Freya 周思敏，我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，13岁来到加拿大读书。揀错工开转，我会揀俊玲，环游世界啦。我想是眼睛，因为近年疫情大家都戴着口罩，那隻眼如果漂亮的话可以都呃下人。